哥直接给你们那个选通信，我先读一下。一个月很快就过去了，哥哥姐姐们都不敢相信时间过得这么快。这一个月中，和大家一起度过了许多，一起看书、打球、唱歌、跳舞，这一切哥哥姐姐们都不会忘记。十分感谢大家对晚会的付出，四年级的两首歌让哥哥姐姐们十分的骄傲。大家记得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有自己的才能，要大胆的表现，敢于站在台上。这一个月中，哥哥姐姐们和大家都产生深厚的感情，我们也舍不得离开，但是有分离才有下次相聚。哥哥姐姐们希望可以看到大家在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。小鹿哥哥、蝴蝶姐姐、雨欣姐姐、小廖哥哥、爱慕青姐姐。